大家好，我是2年3班廖又廷，我画的是游泳池。这张画我已经画了3张草稿。我画的时候是用彩色笔一笔一笔慢慢的画。每个星期六，我和姐姐都会去上游泳课。我们上完游泳课，有时候会去我们上课的水池练习，玩得很开心。所以我就把我们上游泳课的内容画下来了。我学到了好多技巧，我画画的时候很开心，我能画得那么漂亮。我希望我以后也能画得更好看，更吸引人。我的主播完了，谢谢大家。